结合了两位县市长的候选人，我们要把这些具体的政见落实在地方。妇幼节前夕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找来县市长参选人擘画蓝图，只是要派谁选桃园，可让他伤脑筋。有意参选桃园的罗志强脸书发文暗藏玄机，他说自己人生中有许多冒险犯难的傻瓜精神，或许是因为流着祖父的血，已经告诉祖父将宣布重大决定，也仿佛听到他轻轻地说努力去做，爷爷以你为荣，心意似乎大致底定。就不担心罗志强脱党参选？不会啊，志强是我们党内优秀的同志，也是我们的战将，战将就会党会安排他去有战将的舞台，战将该有的战场。脱党参选传言甚嚣尘上，传出最快这周六罗志强就会走自己的路，因为国民党籍的议长邱义胜带头党罗志强支持在地立委吕玉玲，甚至不惜扬言退党。完再说，坚持参选到底。先上去跟党中央谈完。前一天才刚被党中央找去协调，随后国民党内部民调也曝光，如果内部 PK， 立委鲁明哲以22.1%的支持度最高，罗志强19.2%紧随在后。倘若再加入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及前立委郑宝清等绿营对手，罗志强同样占据第二，吕玉玲支持度仍是垫底。党内有做了多次的科学的民调，也做了地方的征询。最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会团结一致，桃园一定会推出最符合桃园市民民意的最强的候选人。朱立伦持续喊话要团结，但协调不出选，没减少内耗，增加争议，恐让桃园埋下国民党分裂隐忧。金星黄轩刘威婷采访报道。